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这边这边。这边也不错，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边的。OK. This is milk. 好。So milk. 巧克力。我要巧克力。巧克力牛奶冰。好，巧克力牛奶就没有选嘞。还没有选。选一种加10块钱。So $10 if you want to put.So maybe we can order like one or two、okay. extra and then we pay 65. Yeah, we can do that. 不要 please,、oh, I just want the dessert. Okay, 这个就好。可以牛奶酱。怎么了？你先吃。让我太高兴了！Oh my god! The best. 对啊，比较比我们的晚饭好吃。吃吧。好。你吃过这吗？就是这个没有，真的吗？我每次吃的是别的，一般的没有巧克力。巧克力最好的。Oh my god！ 很甜对吗？嗯。哦。啊！什么？好吃。And 冰。对啊。我喜欢里面。里面。The fluffy one。Fluffy， 中文怎么说？ふわふわ。日文的话，ふわふわ。ふわふわ。ふわふわ。